SLS 是一个解放演讲者的工具，从此以后您就不会再被局限在那个狭小的讲台里，可以用酷酷的 iPad 装上我们的应用 SLS，然后呢满场走啊，随意讲，同时呢，一切都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我们需要的有一根线，一个 iPhone，一个 iPad，当然还需要在 iPhone 和 iPad 上分别装上我们的接收端和控制端的应用程序。这是一根30 pin 的 VGA 线，苹果商店有卖，把它插在 iPhone 的接口上，这一端接在投影机的 VGA 孔上，然后在 iPhone 上起我们的应用。同时你还需要一个 iPad，在 iPad 上起我们的那个播放控制。我们把 Air Project 提起来，现在这个东西接上投影。OK，我们把它放到桌子上，然后屏幕已经就绪了。然后 iPad 上，我们把 SLS 提起来，这是我们的应用。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发现，它已经能看见这个 iPhone，我们把它连接上，OK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讲演讲，把我们的这个应用提起来，然后呢点一下 show 一下。屏幕上内容就出来了。现在开始，演讲可以正常进行，在随意走动的时候，不会失去对这个讲稿的控制。在我翻页、下一页、上一页、下一页，或者有些观众莫名其妙，现实是有快速翻页。像这个我也问了，这个这视频可以用来在画面上做标记，比如说你要强调一下 room，那么在这里就强调一下 room，继续翻到下一页。这就是 Air Slides，一个解放演讲者的工具。您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拿上这个酷酷的 iPad，自由发挥即兴演讲，声情并茂。谢谢。